going to show you around my last preview, the Hawkeye video. I'm going to the company, but I don't think their employees speak English, so I probably will talk to them in Chinese, but don't worry, I will subtitle it. They're like this, they're in the building, and then there are tons of other, they're not like the same kind of company, they're a different kind of company. So this is C. I just walked past by there, I didn't know. So it's B, this one. Okay. 我其實行過都不知道，我還在前邊我叫我靚女，我神秘在哪裡？我看看什麼都沒有清楚，叫我看看地方。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來，今天我來就是幫你們做評測，另外一個相機，這是我之前買的，這個就很好。另外一個，來，能不能參觀一下？能不能給粉絲看一下你們的工作環境？可以。參觀參觀參觀一下，這個就是韓，你看，鷹眼航拍科技的老闆，介紹一下你自己。 中文吗？但是中文我可以用，<笑>我都说用英文来帮你，就是打字幕。你说。Hello， 我是 Victor， 歌神来的 good singer， he's a good singer. If you watch his video, and then he's kind of shy, but he's very professional. Look at this environment, and you have the drums and everything. So. And the employee, I think the employee is very urged to take a picture with me. 没事， yes. 我们可以拍照，来吧来吧，我这个现在是那个视频模式，美女，我们全体来拍一张照片，快点过来，赶紧帮我拍个照啊！我们要停3到4秒的节，对对，这样也可以的，让他给我们拍一个，然后我们会，没乱吧？没乱吧？有没有过来？过来，我先把你拿，然后我先过去了。太性感了，头发。 多拍几张，等一下多拍几张。先换手机，拿手机。那云都有，那个。那个苹果的萤火虫。拍走的，点走的。你来。我帮你拍，我帮你拍。照片呢？这照片。多拍几张吧，我这个其实等一下我把它截图截下来就好，因为我不想换来换去嘛，换来换去有时候你知道这个连接。这个。 键就是不，按钮太多，你的这个按钮。应该这样吧。大拇指竖起来。没了。OK，谢谢。我们这个应该等一下，来看一下进去看一下，你们工程师，这个应该是工程师是吧？对对，这个工厂房子。哇，看一下这里。 有这么多这么多啊，好多这些都是等着发货吗？这些等一下。这些是等着给他修理的，就是说他们出了点问题。哦。啊，要么是炸坏啊、摔坏啊什么之类的。就有问题，他们就回来就还给你，然后你帮他修维修着。对。啊，在干嘛？在干嘛？看一下在干嘛？焊接东西在，焊接。哇，焊接。 对他可以做一些非常高精度的焊接，哇，好厉害！比他焊接技术更厉害哦，一般般吧。他可以焊那种 BGA 的封装，啊，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在，就是相机里面的板子，它要就是这个是航拍的还是什么？不是显示器的吗？这个。就是航拍，它上面有我们有一根那个，就是航拍线嘛，就可以遥控录像拍照。 我看一下这个，这位大师在干嘛？唱歌，想唱歌，现在唱。对。这位大师这是什么？去看一下那个金正有没有起振。就这个角度应该能拍到全部。这个是90度的，那角度特别小。 是俗，我把我，那这里，就是有点，我就说这次就把那个广角，就是
最帅哥，认真工作，不要老是看着我。等一下他，我把老板拍。等一下他不给你，等一下。这个就是说，今天说的就是广角版嘛，就想两个对比测试一下。我肯定我不会，就是我很感谢你们这么支持我，而是呢我有什么我肯定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们，不会说毫不客气。对，有什么问题马上就跟你们说出来。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评测员最关键的一点。对，没错没错。问一下，我还是要问一下你们员工，感觉这里工作环境怎么样？啊，先问美女。先问美女。先问美女，美女觉得这里环境怎么样？很好。你觉得这个鹰眼航拍科技是深圳最好的吗？做那个运动相机，必须最好。哦，必须。咱们听到没有？这个就是深圳最好的，其他的公司不用买了，就买这个就行。感谢这个员工，对不对？因为你看他自己也在用，他自己可能是因为我站在旁边。你说不要扣我工资。哦，这个什么？你平时运动啊？这个是给员工。就是平时有什么，就是有什么烦恼的时候，可以发泄在他身上。那这个来干嘛？这个 color checker color。有时候看看那个颜色。就是。对不对？不有说。就对电脑对久了要看外面的那些对花花草草的美。对，我觉得这外面看看挺好的，对视力是吧。这外面那边就是前海，前海那个沿江高速你可以过来。 Cantonese style 啊。yes. 小妹姐你都做菜了吗？我谢谢这里呢就喝茶的话，即平时的朋友过来啊，或者自己做攰咗嚟呢度，係啊，我都覺得好。睇下書啊，欣賞下啲國畫，幾好嘅。我飲茶呢個。我有啲好嘅。我嚟揸。唔等，呢啲粗重嘢得㗎啦，得㗎。平時我你係咪成日踩單車？我見你係咪運動咩？邊踩單車邊咁？係啊，我哇死！嗰種各樣嘅鏡頭啊，係嘛？係啊。低炒啊，高炒。係啊，我看到他那個視頻啊，在。我一面骑单车一面我就说好高难度，我就完全不运动的人根本就是他可以绑到很多地方嘛，手啊脚啊都可以绑嘛，拍不同的角度，真的是你要能绑在脚上面拍。但是我做那么高难度的粉丝还是没见过的。不是我觉得你放别人的比较多，自己的好像拍的也不是那么最搞笑的是 I'm going to sing the most 什么冬天会拍的你周六日让我在哪里玩那个没动过的，因为又做准备谁唱这边鱼吧你唱一首吧，再演唱跟大家唱一首只愿一生爱一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张学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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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歌神清唱唱几句给大家听下。I'm going to sing to the boss. The boss is going to sing to you guys, just for you. 只愿一生爱一人。一句。真系一句。系一句。就一句得啦。佢即系，因为我哋咧，佢哋上个星期都落咗去卡拉 OK 唱歌，跟住嗰度又有气氛啲音乐，系咪好 high？ 咁样。嗯。好嘅。Okay.哇，这个点。我以为。哎，部长。谁找不到？喂。我老婆有中午休了去。啊。好啊。不如可以擺消費手個 flash 入去應該都可以咯喎，即係可以點亮啊？嗯。但係我都要調中啲一燒，可以燒六刀先過嚟先到啊。唔得。好啊。你喂，你而家走咩？唔係我個。個個去先係嘛？個女今日啱完試過休，過嚟。唔該，等一下啦。好，謝謝。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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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